爸子说的没错，鱼鱼面真的好多刺。我怎么会想要挑战鱼呢？我想不开了，我改吃豆腐好了。这老不休，大家都在吃什么豆腐？讨厌！哎呀，你的豆腐好久没吃了。哎呀，你们真的是……亲爱的，不如你吃点凤梨，凤梨没有刺，好吧？那也要我个人倒凤梨才行。凤梨在这儿，在这儿。那吃凤梨超好的。对呀、啊，千里做的很好。我不知道我加什么。啊，吃的好饱啊！吃饱就好，吃饱就好。欧巴，你赶快动一动，我想看电视。奇怪了，这个碗怎么洗都洗不干净。哎呀，美姿，是发生什么事哈、这个碗好奇怪，怎么洗都油油的，而且我的手还觉得刺痛刺痛的。哎呀，这样你就不懂了，你洗碗的时候啊，加一些小苏打粉，这样应该够的吧？都照妈说的做了，怎么这个碗还是油油的？而且这个小苏打粉还不太容易溶解，容易结块。哎呀，伤脑筋。哎呦，女王，你终于回来啦！这是怎么都没有寄明信片给妈？我这趟是去留学，现在已经是绿蛙博士，我特别带了一个好东西回来送给你。好东西？什么好东西？就是这个 Brush 全效小苏打洗碗巾，德国独家的一百苏打指数，快速将食物油脂转换为高水溶性分子，好清洗不残留，一冲碗盘就滋滋叫。更重要的是，成分天然温和不伤手，味道还很好闻呢。这个洗起来手不会刺刺的，而且碗真的不会油油的耶，真是太棒了！再也不用想办法溶解小苏打粉了。哦，这个真的好好用哦，我最喜欢洗碗了，洗碗的时光让我很开心。啊，师傅，那你的头还好吗？哦，你的头还好吗？你刚刚一直点头。好的啊。